各位，今天是龙俊云的一个晚餐约会。对，那现在刚下班，一回来先马上用远距票打一下我们附近的一场，然后我们再去打一下我们的晚餐宵夜吧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我等一下出门的时候已经变成晚餐宵夜，已经是七点过后了，已经不是正港的晚餐约会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觉得今天有预感。好，那我觉得我今天非常有机会遇到社伟，真的，从早上我就这么觉得。哦，对了，然后本来设定的影片呢，应该是今天的中午。对，上一部影片是龙俊云的复刻那一部嘛，然后那部影片应该是要在设在今天的中午，但是我把时间调错，我变成上午十二点，上午十二点就变成凌晨的十二点。对，尴尬，怎么奇怪，睡觉起来的时候怎么有一部影片发出去了？哎呦，设错了啦！等一下我们已经出去打个机场。然后再稍微解一些超倍比的任务吧。对，超倍比的任务，它的设尾其实还蛮好看的，而且跟原本的色差其实蛮多的。哇塞，满人在打龙卷云，他血条根本是用喷的啊！死掉一只。OK， 我们第一场打完了，我们的龙卷云这一只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天气加成，外面风是蛮大的，感觉没有。哎，187哦，没有，这只没有很好。好像19多的才是好的。好，来吧，1250的经验，然后这场拿到14颗球。今天晚餐约会的第一场就是一个色尾的龙卷云啊，没有打脸。1875，好啦，这只比我们昨天打的那三只都还要好很多了。昨天打那三只完全不能看，一只57，一只53，一只67，糟糕。今天这个也才高一点点而已。欸，我土地云那么欧，然后龙卷云怎么这么非洲啊？然后今天中午的时候孵到了一只加勒的小活马，可爱，可是它 IV 一样没有很好。然后下礼拜就换我们的雷电云了。对，所以大家赶快把握时间，这一次复刻的时间都没有很长。基本上这次的副歌就是提醒你说，哦，他们的零售形态要出来咯，对，大家赶快回来玩。哦，真的很讨厌这种飘来飘去的，不要在那边挤你的肌肉了，可恶。Great。哦，烦呢。完美 ，excellent， 来吧，应该是我的了吧？哎，不是这样子。好啊，都这样啊。喂，再给一声，连续三个一声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哦，有了，有了，这一颗球，耶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打得这么惊险？哇哦，这只没有很好的，一定是我一开始讲说他太多坏话了。好，各位，洗了个澡，舒服，马上用远距票看到我们附近的第二颗龙卷云。现在还是在晚餐约会当中，那等一下这场打完的时候捕捉完再出去。对，我们把今天的免费券以及花掉一些绿券吧。我觉得这场比上一场更快哎。好，各位，第二场打完了，时间用不到四分之一哎。哇哦，这一只可不可以来个高一点的？可不可以？刚刚没有注意看到，来哦，多一点升级到哇，18个伤害是怎样？啊，不要给个糖果。哎，真的是很可恶。好了，这一场16颗球，我们黄队道馆，所以多两颗。今天第二场龙卷云来个色尾吧。哎，这个颜色不对呀，185，不行啊，这个。哎呦，怎么越打越低？这次没有高 IV 就算了，还都低的。这样子跟我一开始说我的预感，直接打脸哎。弹回来 ，excellent， 哎，没有 excellent， 直接球爆哦，烦。然后，刚刚呢，小张设围了，图片在这里，小张设围了，一场就设围，咦，给我跑掉，两下呢。没有 throw， 竟然就给我进了。好，但是不用看了，这是超糟糕的。好啦，我们去看一下附近有没有黑蛋。好，那
等一下顺便看一下有没有黑蛋，然后解一下我们的超 baby 吧 ，Go。好，各位，今天第三场，来到敦化公园这边跑超远。好，看一下吧，今天只剩下，现在已经8:16了，再开单应该也没几个了，三个剩下两个。好，来吧，今天第三场，来一个设围吧，设一个，还是没有。好了，这次抓一抓，等一下还有一场。各位，今天最后一场了，对。现在8:30了，应该等下也没有灯要开了，来吧，走一场，来个四位，啊，1857，怎么又那么低？我今天这么辛苦是为了什么？都超低的哎，今天打什么5357，还有一只60几的，我刚好也是75啦，哦，顶回去 S 人，这要有了吧？我特地回文秀公园这里开耶，对不对？我达克就是在这里设围的，可恶！这球没有 throw， 我天啊，越来越冷哎！三下吗？今天抓是中式，都是没有 throw 的时候捕捉到的。看一下吧，今天四场的成绩怎么样？7552567657，哎，这是76稍微高一点点而已，可是还是不行啊。好像要来19开头的、哦。好 ，OK，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超倍比三连开。对，刚刚解完的第一支有没有？收尾，不开心哦。第二支收尾，第三支收尾。OK， 今天晚餐约会的操作没结束。如果喜欢今天影片的话，就想点喜欢；如果想观看更多朋友的影片的话，别忘记订阅我。那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